鳐鱼也称凯鼠，是一种小型哺乳动物，它的头部还有身体全部被骨质甲覆盖，在外形成了一套铠甲，并且鳐鱼的爪子也很厉害，但也只是在挖洞的方面，鳐鱼在一分钟内就可以打出一个洞，这也是它们遇见危险后的逃生手段之一。除此之外，它们还能在遇见危险的时候蜷缩成一个圆球保护自己，当它们缩成圆球之后，如果有动物想要强行撬开它们，它们就会收紧身体的肌肉，这样捕食者就无能为力了。虽然这种方法可以更好地保护野外的鳐鱼，但当它们遇见捕猎者的时候，这种方法完全失效了，因为它缩成球之后，人类一只手就能把它带回家。除了人类，在动物界中极少有动物可以打开它的铠甲，它们的外壳坚硬无比，甚至它的外壳还能将子弹反弹回去。动物学家表示，在自然界中，鳐鱼盔甲的保护系统堪称一绝。不过俗话说，得到一样东西都会失去一样东西，鳐鱼据说防御系统无人能敌，但是攻击力非常弱，有着战五渣之称，而且它们生性胆小，在遇见危险时不是立马缩成球，就是使用遁地术逃跑。